我们俩不是像这么多年是没感情的呀，每逢大事必不在啊，对吧？但是我真的想让他为我改变，之前结婚之前，结婚之前对我那么好，可结婚以后对我爱理不理的，我希望他以后对我好一点，多待我在乎我，不要朋友一叫就走，也不管我，家里有多大的事他也不管。 他有的时候吧，他管我管的比较严，啊，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都是有点晚，这个晚是到多晚？一两点。啊，那是挺晚的吧？那么下班也晚呢。几点下班啊？晚上9点以后，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你们朋友喝多了，咱们唱首歌去吧，助助兴。我行，我这人好唱歌，还没到那儿呢，他电话打过来了，你还回来吧。 我说我跟朋友唱首歌去，你先睡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到 KTV 了，又给我打电话，门我锁上了，你别回来了。那我最好的心情，让他这一个电话没了。那我回家，就算我在家待着，他也是玩他的手机，那有啥意思啊？哎，你怎么没出去唱个歌什么的呀？你也出去唱啊？ 我没有，这得唱啊！我不想跟他那些狐朋狗友。不是，这干嘛跟他狐朋狗友唱啊？把你的三两知己找去唱唱，多好啊！你说对吧？对，对哈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他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。从今天开始，下了班约几个同事喝点酒，喝完酒去唱会儿歌。你也一两点回，你打电话不？给谁打？人家也一两点回家出去唱歌去。 我从来不催他，他给我的这种感觉，我不能再给他这种感觉了。你玩就是你会给他自由是吧？对，你特别希望他出去玩，就没人说你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那你要这家干嘛呀，兄弟？不是他，我们俩在一块儿吧，不得劲儿。你觉得不得劲儿是什么？我回到家我不舒服，我压抑。为什么压抑？总说我。 说我这个不行，那不行啊！说，啊，快去找小吕去吧，别在家待着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找什么小吕啊！我朋友，我只是刺激你，让你找小吕，我是想，我这样说你要去找的话，那都说明真的不在乎我吧？我说啥你都不听。哎，你考虑过离婚吗？有的时候打架打急眼了，我也考虑过离婚。经常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总打。 现在连打架的力气都没了，是吧？现在他一跟我生气吵架，我都出去，我要再跟他呛呛，那不又打起来了吗？所以你是真的害怕跟他离婚，还是假的害怕？我不想跟他离婚，是怕再娶不着媳妇了，是吧？我怕再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。这个好是怎么好呢？没听出来啊。他会过日子，能帮你守着钱。 能帮你教育这孩子，如果自由度给的再大点就更好了，对吧？那就不是媳妇儿了嘛，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？